妈咪，我平常睡觉都会看到两个红色的那个灯。对。怎么？太烫。太烫了。哦，今天的蛋看起来不错，蛋黄。应该是不会太干，对不对？感觉不太熟。哦，是哦，感觉不太熟。那我下次再煮熟一点点。我们这豆不要煮太干吗？对啊。今天吃水煮蛋，然后配牛奶。刚吃了一个起司球，还有什么龙眼睛？龙眼睛，龙眼睛在睡觉。嗯，在睡觉啦。嗯，晴晴，手不要动那个壳，那你那个手不要再摸蛋喽，哼、壳脏脏啊。晴晴吃晚餐，没有好好的嚼哦，哈，那个比较难消化一点。今天吃芭比带回来的这个是麻油糙米炖饭，然后配高丽菜，高丽菜也要吃哈。还有这个，这个是什么呀？鸡的手手，好吃吗？是哦。要好好的嚼哦，要多嚼几下再吞，再嚼，再嚼。真正的书，真正的杂志的话，它就有操作附件可以给你，还有读本音档，还有那个游戏书。那我有吗？你没有啊，我们这个不是真正的，我们这是试读的亲子意境益智桌游。那怎么了？嗯，不知道啊。桌游，这叫桌游，然后益智学具。你看，它可以拼拼拼，这些人那个亲子馆也有啊，这种小拼图、小人拼图，爸妈加油站，这样。然后豆豆妮妮睡觉咯。哎，豆豆还不想睡，还想组装机器人。妮妮也是，妮妮还想玩玩具。小小已经在对了。对呀、啊，你看现在都几点了？9点了，你看短针直到9，长针直到12，这样子就是9点的意思。嗯，晚上呢，睡觉时间到咯，睡觉天黑，大脑会分泌一种叫做什么？睡眠物质。小朋友，你好想睡觉，因为晚上到了，好想睡。早上那些睡眠物质就会走了，就回家了。对，睡眠物质又会跑出来吗？嗯，睡午觉的时候会。我多再对一下，会吗？不会，因为天亮了。对很久了。有可会哦，会哦，那就会哦。那所以明天礼拜六你可以睡很久哦，睡眠物质会一直出来。我会好想睡觉。很久很久很久，很多。早上的时候呢，大脑会帮助我们学习，它会在看书，它会帮你
学习，然后它会控制你的身体哦。我要往左踢球，我要往右跑跑，然后它会帮我们记忆，它会记得东西，大脑会帮你记得东西。那他会记得说，哎，这个是谁呀？这个是谁呀？那个你同学是谁呀？没有。晚上睡觉的时候，大脑要休息哦。他会整理白天的记忆，来帮你记得事情，来整理东西。好，然后早上要先干嘛？大姐姐，吃东西。受伤的话，你的伤口就会很痛。然后如果没有开动的时候，就会一直哇哇叫。对，然后你会一直碰到伤口，伤口就可能会有很多细菌。那怎么？手不要放嘴巴。那怎么呀？那怎么？因为你的手啊都是细菌，然后你如果碰到其他地方脏脏的地方，那个伤口都是细菌，就好不了了。所以伤口受伤要用 OK 绷贴起来啊。为什么要贴啊？你啊。好啦，向君要睡觉了。真的不乖。啊，谁不乖啊？是你呀、啊。不要动那边东西啦。我先把这棉花棒放好。好，明天礼拜六不用上学哦，你不用去学校。那我可以喝我的果汁。可以，对。为什么可以？因为我答应你放假可以喝啊。那一天要放学吗？再一天还是不用，我们会放两天假。啊，当天可以，当天会吗？第三天就要上学了。向君晚安。两天假。妈咪，我平常睡觉都会看到两个红色的那个灯。好了，睡觉没事，不要讲话喽，讲话门要越关越小喽。不要。那你就不要讲话了，睡觉了。好像有东西把我们关一小狗的挡住。我本来的力量是有一点大的。对。怎么越来越小？好了，睡觉了，就这样子。